利落全黑西装展现绅士优雅，艺人谢坤达出席代言，凑巧隔天就是七夕情人节，被抽考准备什么，没料竟是这个反应。七夕是明天哦，完了忘记就忘记。平常就是有想到觉得适合另一半老婆的东西就会买，然后就会送，所以说也不会特别特定的节日这样。仪式感就藏在日常中，最近一次送礼是花了五位数送包。坤达表示，确实最近有些太忙，尤其刚重拾演员身份。最近推出了一部电影，是我人生第一部电影。其实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，自己还蛮紧张的，会发现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。在国片《我的妈吉四个鬼》中饰演邵雨薇的哥哥，同时也是彩蛋角色。上映第一个周末，全台卖将近800万，许多人看完都说被坤达演技逼出眼泪。一年两年的时间没有在演戏，所以说这一次又推出这个新作品，自己还蛮紧张。家燕她还没看，但我会问她了。然后身边的朋友看过，其实都还蛮。给我蛮不错的鼓励。第一部电影之所以盼这么久，就是在等好机会。但坤达说，一开始其实有这么样的心魔。之前去电影院看别人的电影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如果今天是我的电影的话，在这么大的荧幕上面，好像很尴尬。在看完第一次之后，其实放下了那个，就会觉得说，哦，还行，还不错，给自己打了有及格的分数这样子。是否跃跃欲试？他笑说，有机会就来吧。这回小试身手，也期盼票房发酵开红盘。特别是新闻场傅电话，他们追随小组台北参谋长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